主腹部啊，主腹部的外侧好像是被刮过的感觉啊，好像是被刮过的感觉啊，那个现在火箭在长江水里边啊，在长江水里边，现在外星人把它捞起来了啊。他在外星人要把它捞起来了啊，捞起来的一个绳子啊，挂在这里啊，挂在这里啊，像这样挂在这里，一根绳子挂在这里啊，把它拉起来了啊，拉起来提着放到预定地方去了啊，提着放到预定地方去了啊，提着放到预定地方去了啊，好的啊，放到预定地方去了啊，好的啊，放到预定地方去了啊，放到预定地方去了啊，知道了，好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